对，然后我现在的心情是非常的开心，因为这么久没有出来了嘛，也心情看到就是街上有很多人，其实心里面还是蛮感动的，就是感谢，就是怎么说呢，被关了这么多天嘛，被放出来了，就是被放出来就心情还是蛮激动的，就看街上这么多人，然后大家也都很开心，我觉得很开心。 难的事情，我觉得最难的就是自己心态的一个调整嘛，因为刚开始被封的时候，其实心里面还是挺难受的，就是没有什么事情嘛，然后，刚开始的时候买菜呀，这些都是比较困难的，所以说，而且被关在家里，其实也是整个上海也是封闭的一个状态，心情还是比较低落的。这个很开心，一路上都很开心，开心死了。 很愉悦，很愉悦，非常愉悦。国内有还是住宿的，就是民宿那种。很期待，希望上海赶紧就是回归以前的正常生活，就是现在的话是有一点不方便，很多都不方便，希望早点回归正常生活，然后也赶紧可以考试啊什么的。因为我今年是高三。七号上门。 要一六。对，今天做的，他到现在还没。揍他呀！那个傻子，给他打的。 哎，这。